烦，我跑得这么累，结果这个太阳这么好看，真的是。好就好的，这个山比较小，很快我就可以爬到山顶了。我看看什么诗啊，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，我是一分，啊，可以，可以跑，可以，很小，这个山，在哪里？船来了，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啊，感恩，感恩宇宙，感恩山神，感恩你是一个小山神。你但凡再大一点，我今天都得爬死在这儿。啊，农民，啊，几点了？哎，还有八分钟。路过我的大爷全部都精神百倍，只有我喘得跟个什么一样。就是这里啊，这是一个很小的山，所以它的山顶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就是它的山顶了。来了，我会死掉了。你看，我穿着睡衣就出来了，真的是。对不起哈，等一下哈，调整一下。天哪，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断掉的？现在是八点零三分。等一下哈，差不多吧。就在这里，不舒服。
哇，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吗？超级的强烈，我真的是个菜鸡。等一下，太热了。这样子，地球动物集体灵魂，四个地球动物往地底钻，碎石摆作方阵，碎石摆作方形，唱歌的器官斜挂着，展出城市骨架上腐烂的灵与肉，酣睡的灵魂渴求赤裸的流动，流光溢彩的结晶在黑暗处溶洞。时代的熵值分量太重，没有某一个瞬间自己像另一个人。器官的音浪调试着，蝙蝠起飞的阀值重塑一处水滴声，最丰富的生命沉淀在于一柱石灰岩。等一下，那边有老爷，阿婆老爷在那里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听着像什么二胡啊，或者说是……算了，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挺好听的。地球动物集体灵魂，四个地球动物往地底钻，碎石摆作方形，唱歌的器官斜挂着，展出城市骨架上腐烂的灵与肉，酣睡的灵魂渴求赤裸的流动，流光溢彩的结晶在黑暗处，在最黑暗处溶洞。时代的熵值分量太重，没有某一个瞬间自己像另一个人。器官的音浪调试着，蝙蝠起飞的阀值阈值，蝙蝠起飞的阈值重塑一处水滴声，最丰富的生命沉淀在于一柱石灰岩。